好，有同学说，老师，万一我的那个网络很不稳怎么办？没有关系，另外如果你不稳的话，好，你就打一个 Jojoba 啊，可以吗？你可以 download 的哈。OK，这 Jojoba 也是我网页版的，还有 download PC 端的，你的手机也有 OK 吗？啊，我假设我先示范啊，到时候你可以 download 可以吗？你自己去 download 啊，没有，没有 download OK，你打在 graphing calculator 就好了哈，OK 吗？啊，download 这里 OK，download。start download 嘟嘟嘟嘟嘟嘟，OK 吗？好，大概是这样啊，OK 啊，好来啊，假设 download 完弄完东西好，接下来到这个画面了，不管你开网页版或你 PC 版都可以啊。好，我们就是实现刚刚那个东西，Y A B C F 啊，Y 等于多少？哦，log 啊，log 有没有看到？这是 base 嘛啊，你用这个就好了。当然方式很多嘛，这个都可以以十为底，二为底，不过我故意这里啊。这个是通用的，以七为底，然后这里呢，啊，这里是多少？x 减四，对不对？啊，有没有看到？好了，是这个图形了，有没有？那我们就这里啊，它没办法，没有一个指令直接给我们 domain，对不对？但是这个 Jojoba 好，是我们自己去感觉它，把它缩小放大，这里免钱的哈，OK，这免钱的，OK 吗？好了，你就看到从图上去看嘛，OK。好，这个完之后再来下一格咯 y 等于多少？y 等于 log 的多少？log 的啊，以二为底，对，好，以二为底，然后这里练写什么东西呢？哇哦，什么东西？写什么东西？x 加三，对不对？除以多少？二减 x，对不对？啊，有没有看到？好，这是 g 了哈。啊，老师，我要看到这个第二个，第一个不要讲，没关系，把它隐藏起来吧，对不对？有没有这个符号？OK，啊，两个都不要，OK，来这样咯。好，你会发现它的范围大概这里到这里啊，估一下嘛，对不对？estimate 一下啊，好了，啊，来再来，C D E 这里啊，Y 等于好了，有根号啊，S Q R T 哈，啊，一个符号可以吗？S Q R，你打这个，然后点下去哈，好，出现根号了嘛，然后 log 对不对？log 对不对？又打这个哈，好，这里是五，有没有五一点？这里是多少？嗯。x 减三呢？OK，来啊，有没有？啊，有没有？好，就这个了啊。把刚刚不要也可以啊，或你把它拿出来可以啊，随便哈。来，OK 吗？好，来第四个多少？y 等于 log 啊，用一个 log 多少？以二为底，然后这里呢，x 平方的 x 平方加上五。可以吗？啊，对不对？它的什么东西？它的 domain 是所有的，OK 吗？range 是大于多少？大于模糊数这个的，啊，伸缩放大，OK 吗？自己来哈，啊，我们自己去玩它，放下 NN 嘛，去玩这个软体。好，第五个 y 等于 log 多少？以二为底，对不对？再来，负 x 平方。减五对不对啊？画不出来图啊！来，这个骂脏话嘛，他是讲 domain 找不到 domain 嘛，所以你图画不出来哈。我跟你讲啊，图画不出来嘛。刚刚那个啊，Wolfram Alpha 是可以画图，但是它那是我们没有学的东西，可以吗？真正我们目前高中这个阶段就是说画不出来。OK，X 带这种东西骂脏话有没有？完全没有图啊，不像刚刚这个有没有啊？刚刚这有图嘛，对不对？这个啊有图嘛？这个有图，这个有图，这偏偏这个没有图啊！啊，OK，好，最后一个了，y 等于多少？一除以啊除以 log 八，这是以八为底了哈啊，所以三 x 减六有没有？OK 啊，好了，对不对？那你看范围是这里，好，这里用眼睛看它，OK 吗？好了哈，好，这里是教这里。这个是网页版的哈，你那你可以 download OK 吗？还有这个地方你自己去玩它 OK 吗？自己去玩它 OK 吗？那 YouTube 上可以去学。不过今天你先把这个知道这个软体，然后我们先学会我们操作就好了 OK 啊。目前这个阶段呢，好，就这样，加油。